哎，翔，你知道刚才那场比赛我赢得多刺激吗？多刺激？要不是我最后急着出手，我们早就输了。这样啊？对啊。哎，翔，你身边的朋友有像我这样的？又会运动，也会音乐性。 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。就直接讲就好啦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来，跟我对视。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大声的说，我喜欢你。
哎、欸，你这样不行啊！再跟我做一次，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大声的说，我。哎、欸，小杨。啊？什么？听说阿伟有喜欢的人呢、欸。是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可是我想知道他是谁哦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只知道最近比较忧郁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如果我知道，再告诉你好了。好啊。Hello。这样，有人叫我过去，我先过去喽。你怎么都不说话、啊？没有啊，我最近事情比较多。是哦，想你呢。嗯，也是啊。好啦，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去你家玩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走。哎、欸，好呀，不要偷放道具啦。哎、欸，我在庄园前面等你好不好？我不行。快点啊！啊，你们两个玩，我去楼顶一下。哦，好啊。亚龙呢？他在楼下。哦，是啊。跟亚龙很热络吗？算了，吃醋了。对啊，你要这样吗？好难。你等下去逛夜市。你要收钱？等一下。好啊，走啊。Yeah.
怎么走那么慢？没有啊，就怕你听到一些不好听的。哎呦，不要管他们说什么嘛，你爱我啊。亚龙，亚龙，你身上有没有香水类的东西？因为啊，那个我身上好像有沾到一些奇怪的味道。好，谢谢。沾个毛，干嘛？今晚的猎物吗？那是你的。哎，你怎么迟到了？没有，刚好而已啊。嘿，小老板。嗯。好啊，今天要喝什么？特调。特调？哦，嗯。哎，这边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进个新货？对。哦，好好好。这边是。最近哦，这个新货哦，我们是千辛万苦从国外弄过来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好好喝，不然喝到醉我可不管，你知道？来，阿伟，喝什么？哦，这应该是那个老规矩，是不是？我也经常来这边点这个东西。哎，最近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都那么忙？忙，那你？这干什么？晕了？不会吧，那才几口而已。对啊，那件事情不是你处理的吗？嗯，对啊，只是后来好像没有结果了。嗯，这样子。他喝醉了。喂，阿伟。谁啊？嗯。上次不是要问他喜欢什么？你最后有问到吗？嗯，没有哎。差不多了，我要先走喽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他要去哪里啊？他等下我再去我家就好了。那你怎么回去？计程车吧。哦，好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拜拜。来。阿伟。你好。小老板，需要帮忙吗？好，不需要，没关系，我爸在家。来。阿伟，阿伟，阿伟。这么快，怎么会没有心事？
知道吗？阿伟跟雅茹在一起。不喜欢阿伟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天去夜市的时候，我遇到他们了，他们手牵手在一起逛。上次你教我怎么和喜欢的女生告白？哦，很简单，跟我做一次，吸气，吐气。我很喜欢你。开玩笑的吧？我很认真。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嗯，你知道我和雅柔已经在一起了吗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？白痴哦，我是跟你讲认真的。但我爱的是你啊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的性向很正常。
下让我一个人好好跟他聊聊好吗？好啊。Thank you.